所以就世界微笑日的，我觉得更主要是对别人的关心，快乐分享了是就是两个人的快乐嘛，对吧？啊，我们是情男侣女朋吧，友男女，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微笑能让一个人变得更年轻，变得更青春。对。我还蛮爱笑的。不一定会微笑，会其他笑，傻笑、大笑。不是说微笑，但是一般会处于一种含笑的状态，就是不一定说有什么很高兴的事情，但是会给人一种你随时表面有一种要笑的倾向，但可能不一定是说一直是保持心情愉悦的那种。如果你能做对别人有帮助，或者对社会对有利，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，或者你取得了某件成就的话，有的时候走在路上一个人，你会发出会心的微笑，给你带来满足感的事情，比如说在很饿的时候吃到饭堂的饭比昨天的好了，那就是微笑。可能就是每一天你为自己制定的那些计划，然后你都完成了，没有那个拖沓的东西，没有落的东西，然后你就会觉得一天过得很充实，你的计划完成了，然后你就觉得一天没白过，然后就高兴了，觉得心里边比较开心，有好消息的时候，或者看到别人很搞笑的时候。比如说你暗恋一个女生，你突然在食堂又碰到她，你可能会看着她背影就会心一笑。今天最搞笑啊，认识了一个新朋友，刚刚给他留了新号码。呀，今天天气不错，可以去打球。刚刚跑完运动会，然后成绩还行吧，我们俩都会相视一笑。因为我在那个找工作应届，然后刚刚又有一家就给我打电话，然后就是让我去签约，还挺开心的吧。这会儿接受你们的采访，我觉得很开心。今天我的辩论文终于写完了，导师也通过了。今天最高兴的事情，今天最高兴的事情。调整自己的心态吧，就是以乐观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情。一般按照我的性格来说是这样，因为你着急也没有用嘛，你还不如说平静一点，然后去做这些事情，然后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对，乍一接触肯定会有一些慌忙吧，不过经历了多了，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比较从容的，会比较乐观的去面对。说会很急，但是。对于他来说可能会很急，但是我因为毕竟是个男生嘛，我都会一些微笑去面对嘛，因为我觉得碰到一些事，无论是很好的事或者是比较棘手的事嘛，我觉得微笑去面对可能会有利于更好的去解决这件事物。